如长老的得意门生哈，咱过去，咱几个同学哈，曾经同甘共苦啦。今天请你两个说，甲阮讲几句好一点，开心一点。法号呢叫谢令法师，你在头发下许谢香。我叫莲社的住持和尚哈，平海大和尚，以及我们的所有莲社的常住师父，以及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那师父只会国语哈，所以从唱到现在都是唱国语，所以讲话也是讲国语，那应该听得懂哈。那今天也非常难得哈，因为从这个明海师父啊，他也是我们这个学务长。来这个莲社进山到现在也已经进入第三年了，那除了第一年我有来带过一些法会，那这个之间就都一直没有机会过来，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忙，那今天因为今年我们这个莲社的法会的圆满日刚好跟我们这个立果我们圆光的一个讲堂刚好分开，所以今年才有办法过来。那虽然我在圆光也带过很多法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哦很紧张。我从早上三天哦，一直到现在我的衣服都没有干过，一直流汗。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殿太庄严了哈。那因为我知道这边还有个高手在哈，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信慧法师跟常住师父和洪妙师父哈，这个高手在这边。那所以我唱起来也很怕，那因为我听说这边的法会都是带这个闽南语的台语，那所以来这边唱起来感觉怪怪的，那个菩萨看我也好怪怪的，好像不是很认识一样，那还好一切都非常圆满，那真的很感谢这个师父也给这个墨学一个机会来这边带领大家一起共修做这个法会，那这个原则上看起来这边跟圆光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台语而已，剩下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大家都非常固执哈，这边都是非常固执哈，大家都很虔诚哦，因为今天也是非假日哦，那可以看到一大早就有这么多的这个护法菩萨功德主可以来到莲社这边一起共修法会哦，可见我们这个大和尚带领的非常的好，那大和尚福报也很大。我们这一生只希望可以沾一点这个福报沾到一点点，看以后未来是不是福报这么大。那当初这个师父进山来到这边我知道一路以来是非常的辛苦从一来都没有弟子带在身边那师父算孤军奋战，一直到这边来打拼，因为人生地不熟，说真的这个也不是替我的学务长讲话，因为那时候来帮忙筹办这个进山大典就知道这个师父他比较为难的地方，就是说他不像圆光这个一喊手一挥所有的弟子师兄弟就来，这边他是人生地不熟，一直到今年第三年看到这边常住师父这么的团结一心，那也看到这边的所有护法居士这么拥护的这个莲社以及护持这个师父可见这个福报这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的，这也不是只有真的单一师父的福报，也是你们的福报所以今天可以感召到这个这么大朵的莲花在照耀着你们。这个今天从整修好到现在我也第一次踏进来，第一次因为师父一直邀请我过来，我一直都没机会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个法会虽然今天是圆满日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所有的道场都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佛教的家共同的一个家，那这个莲社的大门也是时常为你们而敞开所以也希望大家常常回来不要只有法会的时候才有回来，只要平常有空或者想要请法的这边的师父也非常的多都可以时常的回来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师父还有常住师父们也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就好了帮我们照顾我们家的学务长就是你们的住持也是我们家的学务长
好，那在这边也请因此今天的早上的一些的功德也都圆满了，回向给大家也回向给我们的住持和尚这个常住九世在这个连胜号来护持大家，带领大家，也回向给各位身心健康，道路有成，阿弥陀佛。三天不见面，两口才这个赞。为什么特别请我们这个维摩法师哈，心灵法师来跟各位勉励？我们曾经，我本来是他的学长，后来变成他的老师，后来变成他的学务长，所以我们一起相处了十多年。一路以来，我看到他年纪非常轻，他今年还不到30岁哈。我看到伊，就参像看到我过去的家己，嘛还未30岁，就去中山寺了做义工。伊今日有这个成就，伊的福报比我较大，因为伊在鲁莽中央的座下，伫这个军团安稳的道场，安尼平平安安在大汉。伊今日的成就是伊宿舍修啊，属实咧照着咱维摩法师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谈，能够在道场，能够在僧团里面用功办道，此福报绝对不是今生今世，但是必须要惜福，必须要用功。你看下呢，我的学生里面啊，他是被我处罚一个小概差的这样，哎，到进来，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没，他当时感觉的扎口。迟到呢，就被修理到吼，到现在他都记忆犹新哦。伊若讲到咱咧一连串鬼香两个月飘出来，咱遮我拢还讲我安尼用丹田吼。但是我看到他的成长，他非常的发心。我首先咱在这老地方公司后勤的看到，不论大小活动，伊得安尼埋头苦干。为常住为佛教不计任何得失，这就是出家人应该要的体魄。别生气，我知影过去阮公司咧做水龙发会，嘛无法师，嘛拢爱外聘，拢爱请人，爱开足侪钱。伊看到老院长遮辛苦，爱开遮侪钱，用遮侪费用。伊就发愿，搞紧咱来承担。当时我做因校长，伊就申请爱联系，为了常住，大家能够团结。现在圆光寺的这个水陆法会啊，这个围龙越众，唔免请班人，高手如云啊。所以你若想进入道场的兴旺。来自大众的发心，达团结。我一直要请伊来，是因为大家很有默契。伊若来，我加较轻松。要读书，伊来替我读吼。伊知影这学务长老人家较辛苦，伊替我担担住。过过来一届，再甲抄落去吼。咱是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姻缘，哦，因为下面较熟，啊，借着讲。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居士，伊呢无简单的所在是伊做兵前就出家，当时出家了后拄着做兵，人拢会直直讲啊，这若做兵可能又搁出家啊。我住楼顶，伊住楼下，伊甲老院长讲，退伍了一定还会回来圆光寺出家，果然如是。伊无去予别人督伊，伊予咱兜个合作督伊，合作是大家。他觉得在三宝座下可以用功，可以发心，所以他退伍之后呢，伊比咱南少。伫外口个花花世界吼，遮迷人吼，他没有被渡。出家人还有迄个身格，所以他现在在大小法会活动，包括
那人家师父来进山，好几个道场的进山哦，进拢会寻到心印法师呢。所以咱那个心，那个速度，我们的发心，我们的用功，到最后的福报都属于你自己的。尤其能够在道场用功，那个堪人力。我看到他们的成长，那个咱这里柬埔寨护称法师，对，柬埔寨人在哦。我们说不仅是能够对他们自己的学生哦，你都来时阵哦，国际个别认证，这国际比我讲较好，无简单哦。但是呢，我还要在今天来特别的要来感谢的是我们莲社的常住法师。这几天我看我们的常住法师，也给我们这些我们的比丘尼大姐哦，弄七十多岁啊呢，他们居然这么讲你。当众法师讲嘛，咱当众还佫比人较靓丽，咱还佫进步者，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咱家好钱，好不好？大家都在成长，成长的过程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需要大家的扶持，成长的因缘需要大家的福报，所以我们今天的法会能够这么殊胜圆满，大家的功劳，大家的功德。都是要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所以我觉得，在三宝道场当中，只问付出，我相信所有的福报都会是给所有的众生，给所有的有缘的三宝弟子。我从圆光一直到现在，老院长对我非常的照顾，所以每次的法会啊，我都想到他老人家。我都祈求老人家可以永远住持，因为我有当初啊，对于老人家拢会记下千万，哎，拢安，感恩施舍的，他都很简单一句话，爱用心，爱用心，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罗兰语，但他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我买的这个人，感恩心灵是高，跟看眼睛的，我相信哦。将来的前途无量，我们在座的各位法师，大家都一起努力，我相信将来大家都可以同成佛道。好，祝福各位，我们走了。那么，谢谢你，谢谢法师开示点点三拜，向上一路去，南无陀佛。